在这一边呢，它是那个应用 addition formula，OK，它叫我们不用计算机来找3105度。3105度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想，我要用45度、60度跟30度这三个 spatial angle。我们的 spatial angle 有0度、30度、45度、60度跟90度，这几个都是我们常用的 spatial angle。所以我的105度呢，我很明显是45加60。所以这一个它就会变成45加60，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OK。然后这个15的时候，60减45，所以这一个是60减45，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我的 sin a 加 b 的时候，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 sin a cos b cos a sin b，所以是 sin 45 cos 60，然后 cos 45 sin 60，然后加，你看它这个 sin 的是加的时候，它就是加了。所以它的这一个 sin 45是一百 square root 二，然后 cos 60的话呢，它是一百二，然后 cos 45的时候呢，它是一百 square root 二，然后 sin 60度的时候呢，它是 square 三百二，这样。所以在这一边呢，它的那个这样跟它加起来的时候，它这个是二 square root 二，然后二 square root 二，然后它上面是一加 square root 三。然后就是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它会变成这个。然后我要让它分母变成没有 sub 的话，我就下面乘 square root 2，上面乘 square root 2，然后我再跟它这样乘进来。所以这一个其实它吃掉了一个步骤，它是一加 square root 3的二 square root 2这样，然后它才乘它的 conjugate，然后它会变成这一个 square root 2加 square root 6的2乘2是。OK，然后我们现在的计算机都很厉害了，你看你的计算机，你直接按 sin 105的话呢？它直接给你 square 6加 square 2不是了，OK，所以这一种题目呢，其实在我们这一个年代啦，能够用这一种计算机的年代呢，它已经没有存在的意思了，因为我有办法能够假假的写到步骤给老师，如果够厉害的话啦，其实我够厉害，我也不用假假写了，OK，好，所以在这边 tangent 60减45的时候是这个 tangent A 减。tangent A 减 B 等于 tangent A 减 tangent B，一不一加 tangent A tangent B，所以 tangent 60减 tangent 45，一加 tangent 60 tangent 45，所以 tangent 60是 square 320，有没有 tangent 60咯？tangent 60是 square 3，square 3这边是 square 3，square 3，所以这个是 square 3，这个是 square 3，tangent 45的话是一，这个是一，这个是一，所以它会变成 square 3减一，然后一加 square 3乘一，square 3咯，所以是 square 3减一。一加 square 三这一边，然后我这一个我乘 conjugate square 三减一，然后我这边也乘 square 三减一，OK，所以我的这一边它就吃掉了一些步骤，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a 减 b 的 square，然后它就变成 a square 减 b square，没有 a square 减 2ab，所以它这一个会是三减二 square 三，然后加一的那个三减一。所以它在这一边呢，三减一就二，二减二 square 三不二，然后它就二抽出来，一减 square 三不二，等下，在这边我就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边三加一，三加一其实是四，然后接着我这边这样越减，所以它在这边它吃掉了这个步骤。它在这一个步，这个部分它吃了好多的步骤，它的这个步骤是来到上面这一边，然后它的这一边呢，来到这一边之后呢，OK，它就才从这一个会变成这一边这样，OK，它才变成这一个，OK。